前世的迷魂逐渐被揭开。Coco 同安能入边相遇，玉辉同 Coco 的孽缘能否阻止被解困？若然今生留有遗憾，我同玉辉来生再续前。阿萧精神最后又能否改变命运？只有喺生死边缘，先至可以有意识咁样穿越时空。点解结局会系咁嘅？一定要留下今宵大厦。TVB 之最《今宵大厦》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，八度空间疑幻似真上演。